加勒，加泽。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讲哦，众将官的意思讲哦，即内底即马拢变，因为即要毕业嘛，过两点钟后以后，你就高级官毕业嘛。你毋是将来毋是将军，就是大官嘛。所以讲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但是我看大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呢，过一摆好唔？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这节课一开始吼，我要讲一个故事。我有一架车，我有一架车，当然这架车的所有权是啥物啦？是我。我买一架车嘛，当然所有权是我。我无要驶，我交我的后生去驶。我的后生技术歹，去给人弄到，要赔人啊！我的学生讲，啊，我都卖这架车来赔就好啊。各位，我的学生有资格卖这架车无？有。谁那无资格？因为车不是我的学生的嘛，车的所有权是谁的？是我的嘛？这大家拢知影对不对？另外，搁一个故事，我有一架车，我家己驶车，我一共弄到，我感觉爱赔人，安尼我有资格卖这架车无？有无？全世界两种的国家，一种叫做总统制，一种叫做皇帝制、帝王制。现准时，大家拢捌嘞。是总统制，总统代表这个国家三军将领，所以伊若有代志发动战争啊啥，伊爱负责任。帝王的时阵，虽然国家是伊的，伊有所有权，但是伊交予首相去管理。首相若出代志，当然首相爱负责任。所以首相会去判死刑，东条英机判死刑。但是所有权人日本天皇无代志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无甲处分。要讲起来，咱即马讲的这个论述这么简单呢？安尼台湾是67年呢，好可怜无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、马关条约清清楚楚。皇帝永远割让，大清的皇帝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台湾、台湾周边群岛含琉含这个澎湖给日本天皇，明明白白写在这个马关条约内底，台湾竟然看了67天以后才发现了，看有可能无？这个代志。在5年前，我嘛唔敢讲，雄雄讲的时阵啊，我会去用骂讲我笑的。但是各位今日恁参加高级班，因为你初初级班你有参加过，所以我一个讲，你就听有啊。日本天皇一早，我咧上做日上课的时阵，我有读一篇文章给各位听。对，杜勒斯迄当阵，伫1951年的2月10号，头一摆。去拜访天皇，然后两个月内底，甲4月16日，伊两个月内底，伊去拜访日本天皇3次。伊个拜访是伫啥？根本就是听日本天皇的口供呐。日本天皇伊讲，我迄当阵无法度来控制我的首相要做啥，我的首相要拍珍珠港，要拍美国，我无法度改阻挡。因为伊的证言，后尾啊，美国的总统啊，甲麦克阿瑟将军，因干嘛讲？哎，日本天皇唔免负责任。
所以才会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放弃三种物件，但是这个三种物件的后壁拢无加 s， 这是代表讲，干那放弃台湾这块领土的主权权利，啊嘛是讲叫做管辖权。日本政府伊干那有管辖权尔，日本天皇有所有权哦。所以美国国防部的智库含咱伫这个所在伫台湾开会时，讲甲真清楚，伊嘛感觉真奇怪。你台湾朴素遮尔济，国际化遮尔济，他们竟然跟美国他们那些人的了解不一样。我给看看日本也一样，日本那当中以前的大赛叫做赛道斋藤，斋藤我跟他说这以后，当然那是超三年前的事情，你看三年前我跟他说的跟今天我所说的都一模一样。那当中赛道就说，他发现说日本会去走不对，是因为英文翻作日本的时候翻错了。台湾也一样，台湾因为受到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教育，中国教育，所以和英文都不要看不要看。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相信，我跟各位说过，美国实在是真干的。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、817公报、建交公报里面说的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，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说的是 the peopleOn Taiwan， 你回去啊！你比较翻译做汉文的时阵啊，两种拢翻译做台湾人，当然回去啊。其实现在是台湾的人啊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；另外一种是中国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这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叫做啥？难民。因为难民，伊不爱甲你讲难民，伊甲你讲。伊甲你讲啥？唔是啦，伊甲你讲啥？伊讲伊保护咱呐，所以咱起厝啊，对吧？伊甲你讲啥？眷区、灌区啦。其实所有的眷区应该甲西藏流亡伫印度的叫做啥？难民营啊。西藏吐蕃流亡政府到今日为止，伊是付租金予印度的政府呢？你难民要共住，你要付租金呢？咱毋是，咱台湾人哦，足好个，予你住了久，厝嘛算伊个。啊，即马算伊个啊，伊要去中国啊，新山卖马，含钱搁款去。啊，一寡夭寿七八十岁，搁去娶少年某，台湾就搁甲饲。因某付半身饲伊一世人，所以台湾人予人伫欺负，予人伫奴隶，都不知道。因为安那，因为你本身袂听嘛，所以我们要反奴隶。我讲中国人伫欺负台湾人，我毋是无证无据呢。你会记得无？中国人以前伫台湾的时阵，因的后生免做兵。啊！若要做兵，伊就改法律。你敢袂记得有一摆单行因后生无做兵，迄年啊，高中的囡仔胡雄雄开放讲，高中毕业会当去外国留学。伊雄雄甲你开放啊！啊，即摆伊若出去，佮动起来，你敢有伊个法度？你无伊个法度。所有囡仔读册时阵，公务人员表面上是高级，但是伊讲公务人员啊，有一个公务人员高级以后啊，我会记得我以前嘛是同款啦。阮爸爸是做督学，小学高级以后啊，摕一个公务人员的证明去啊，搁退你予你。你毋知会记得无？义务教育讲免钱，其实无免钱，是中国人免钱，还是你挖中国人的公务人员免钱？你台湾人敢有受到遐好的待遇？你防奴隶，你唔知影。所以今日咱众将官啊，
后摆做台湾民政府的领袖的时阵，你的观念要彻底改过来。我甲各位讲，马关条约足清楚，台湾澎湖、台湾周边的群岛挂予日本天皇，这没有问题啊。是安怎甲即马报纸啊？这个教科书甲你讲，割让给日本。我若割让给日本，后摆公务人员考试啊，第一条讲，台湾曾经被中国割让给日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零分呢？那我割让给日本，是割让给日本天皇。天皇有所有权，这架车是伊的，台湾这架车是伊的。伊欢喜要叫做一个首相，迄伊个代志。首相只不过是执行天皇的命令，执行天皇的意志，开这架车。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等于是这个驾驶驶了无好，出事故，要处罚啊。所以联合国，不是联合国啦，这个应该是同盟国啦，定迄、那个。就这张和平条约，将日本政府甲处罚，和伊的管辖权甲提掉，但是无讲将天皇的所有权提掉啊！这就是啥呐？伫1951年九月七八签的头前三天，九月七五，杜勒斯发表一个演讲，伊讲琉球是日本还佫拥有叫做剩余主权。其实这个剩余主权啊，伊发明的，以前无迄个。喜欢来讲剩余主权，原来就是讲日本这个国家，天皇以外还佫一个政府，啊，这个政府放弃伊的主权权利以后，就是放弃伊的管辖权以后啊，日本天皇仍然拥有所有权，因此伊讲仍然。其实放弃主权权利啊，权利的相对面是叫啥？义务。我想讲一直爱强调，搁再强调，让各位足清楚的了解。因为总有一天，各位你一定爱坐落来跟美国去谈判。跟你谈判的时阵，你坐落去，你若对台湾的地位你不清楚，你所讲的条件，你所讲的条约，拢会飞去啊，会歪拖去。所以你两个足清楚台湾的地位到底什么物件。安尼去做判断的时候，才不会弄错。共产党系诶，这个国家含咱的，我头先讲的这两种情形：司机家己去驶，这个叫做拥有者家己去开车，含请一个司机是无同款的。共产党伊是啥物款的国家？伊是迄只车是全体大家人去买，但是少数共产党的头头啊。伊伫开诶，啊，因为即摆开，伊若去弄着人，全体所有人民去负责任。所以这是啥物？美国一直伫推行即个所谓民主啊、甲自由诶即个制度伫全世界。伊推行到即摆为止啊，看起来敢若还不错了。台湾有幸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我已经讲几啊摆过啊。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不是你用目睭看，你要看现主席台湾的情况跟状况。台湾的情况跟状况，你也敢看，国民党早晚会当离开。台湾民政府，会记得，明仔载是一个决胜点的日子，因为明仔载自由时报、台中一百。至于小白《自由时报》的 A 版要刊咱的广告，本来是甲《自由时报》咱要刊咱的广告啦，但是即马呢，迄天大概过不了后啊，咱去甲《苹果日报》甲订 A7 啊，《苹果日报》全台湾拢总要订，我那明仔载。喂，恁拍手吼，拍一半就好。阿吉呢？阿吉呢？大家拢讲吼，足好听的啦。我看一只就几百个啦。我一个人交2000块，我共看加40个尔啦。啊，摕送你，
啊，摕迄个捕蚊灯送你，交四十个尔呢，嗨啦！明仔吼，都退上甲尤先生吼、哦，爱去负责任啦。无够的保温，我讲你爱去负担啦。当然啦，黄先生、黄董哦，我来帮忙啦。但是无够的保温哦，是尤先生甲郑先生要负责的。啊，即摆吼，尤先生吼、哦，我怎个讲你啊吼？伊捕蚊灯已经送来楼下，你有看无？有够钱的，等你下课，家己去摕。啊，无够的，你若要摕，我嘛无意见啦。但是加减莫共出一个啦。哎呀妈，再说一声。啊，册嘛伫遐啦吼，我有拢签字签好啊吼，2000块，但你的名一定要签落啦，嘿，啊袂定你的名啦。有诶讲我啊，即、這个苹果日报是要定我的名，定你的名定落去，迄位拢无去啦。后摆再讲，即边吼无定你的名，但是我甲你讲吼，明仔即个报纸定落，吼、哦，我想讲上帝照顾咱呢。安怎讲？今日啥物日子你知无？民进党党主席选举。英暗都结论啊！英暗结论出来，明仔载大家拢要看报纸。啊，那遐高劲，大家拢足高的呢。所以你是不是天意啊？这个明仔载报纸出来吼、哦，遐人拢大家拢面拢全火去啊！啊，但是今日要讲民进党的党主席啊，是台湾民政府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超过的哦，这真正老天的命运。天命啦，搁再一摆，家己鼓励咱家己啦。会记得吼，明仔载那个苹果日报是 A7 啦，要订，已经改讲好啊。所以你明仔载吼，上好买两部啦嘿，啊一部给别人看啦，买三部我无反对啦，买四部上好啦。好嘞，继续来讲诶，苹果啦，苹果就是苹果啦。拢总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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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总。迄是自由啦，哎呦，我讲下一摆，明仔载我讲一摆哈。自由时报是台中以北拢有，因为自由时报台中的以南都已经订过嘛，前两天周日才订的尔嘛。啊，所以明仔载自由时报拢台中的以北啊，苹果日报是全台湾拢总有啦，每一份都拢有啦。伊若出几分就印几分啦，安尼好无？真爽，但是无一半哦。拜托的哈，下课以后家己去报道哈。这无强迫的啦，哈，不强迫啦。但是坦白讲哦，会当安尼现讲，啊，咱马上会当达成哦。全世界甲咱这个团体活动啦。啊，即摆哦，网络哦。民进党甲迄个台独就开始搁加骂啦，讲吼，即个出奇怪，即民进党赚尔啊侪钱，咱敢有钱？其实咱敢有钱，阿袂有钱的啦，但是要有钱啊啦。咱六月七十以后啊，内阁参议院啊开始运作，运作啥？你这也是明年年初啊，咱的预算啊落来，爱开始安排啊。爱练习吧，啊！若无咱敢袂晓建立咱的政权，袂晓呢，真正袂晓呢。医生要哪变，你也无一定知。啊，这医生提起你要哪用，你嘛无一定知啊。所以呢，六月七十以后，咱会愈来愈无用。啊，六月七一第31届照常上课，但迄是普通班，哈、哦。啊，要上高级班咯，可能要等足久诶，因为很主席这是今年度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梯次。诶，高级班呢、啊？啊，等下呢，高级班的毕业证书直接要发落哈。啊，你若无受初级班的派势，别当发，爱报了才当发落来。安尼好冇？你拢已经收了，讲讲好了。哎、啊，啊未收的吼，心内讲不好嘞。我跟你讲，国工作转来，台湾的地位后摆要哪行？这是美国军事政府现在在跟我们讨论的。好啊，台湾的地位你已经知道日俗美战啊，啊日俗美战国家要怎么走？我跟你说，第一先将政权交我本土台湾人处理再来说，
你袂当讲一方面安尼讲，啊，这个本土台湾人，这个政权，你敢予中国人伫替我注意？你袂当阁叫我去做兵啊！所以做兵的代志，坦白讲，美国已经甲中迄、那个中华民国压甲差不多啊啦。我昨有予恁看，所谓战车、所谓飞机、所谓军车，伊迄个车链啊，拢摕掉啊。这两天日本人足侪来，你甲恁拜访，我摕相片，我甲大拢惊着呢。嘿，蛮快呢，战车无记号，飞机无记号。啊，兵啊，迄粒头嘛，无记号，奇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恐怖分子。卖讲，大家人唔知啊，含日本人嘛拢唔知。啊，其实什么人知？咱拢知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国务院曾经宣布三个条件，合乎的，就是恐怖分子。第一个，有武器。中华民国有武器啊，所以即摆中华民国伫汉光演习的时阵啊，美国将武器拢收出去啊，你去放音乐就好。哎、欸，伊伫拍情况放音乐呢，砰砰安尼呢，我靠出名诶，啊在台湾人听看无呢，所以马英九无快去啊，五分钟就走啊，那我靠几分钟我嘛无爱去，啊你砰砰安尼啊放音乐，啊是算啥？未当有武器。第二点，不是一个国家，美国宣布几啊摆啊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。第三点，这是国务院讲的啊，在当地征兵啊，差不多年半前，咱就一直甲美国讲，喂，伊要跟你征兵呢，我要跟你做兵呢，我你做兵是做啥物物件？我们要效忠谁？做兵的代志是效忠国家的领导人呢。啊！那效忠国家的领导人，台湾的兵爱效忠谁？天皇啊！咱个讲天皇啊！啊！你叫我做啊！我迄顶管迄个是你中华民国的 logo， 啊！你叫我去效忠这个 logo 的什么人？所以美国讲停止服兵役，不是偶然呢，真的不是偶然呢。咱一步一步在走。咱是完全照法律行，咱不是照感情的行。你莫去和民进党、和台独联盟，还是国民党，迄个用感情的论述，甲你骗去。因为真清楚啊嘛，咱明仔载这个报纸，就是向全体的台湾人宣誓：你有问题，我拢甲你辩，嘛免辩，法律直接清清楚楚嘛。我跟你讲啊，中华民国已经行无路啦，伊嘛未甲咱，唔敢甲咱安怎啦？我直接嘛宣誓个，你若只中华民国只个官员，你若敢对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安怎，后摆加三倍刑力，好冇？你莫讲伊要甲你吓啦，要甲你吓伊掠伊乖啦。伊若叫你去派出所一摆，我叫伊来三摆。我跟你讲，后摆佫加鞭刑，谁都一样。机关的，啊你秘书长讲啊这样个，啊你的靠山是啥？我跟你讲，中国共产党已经跟你讲过啊，咱的靠山是美国军方。除非你的军事力量会当比美国较强，你才来讲话。希腊人嘛来讲，伊讲你中国要讲遐话啊。除非你的军事力量比我还大，就是比美国政府较大啦。啊，再来讲，所以啥呐？即咱的即个做高级班一定要上一个中国国情报告。这个中国国情报告，就是甲各位讲，中国的实情到底什么物件？有的人讲，哦，美国欠中国欠足济钱哦，唔知要安怎咯？啊，所以可能是台湾甲卖予中国了。那都笑的，美国欠中国钱，不是欠他中国钱，他是叫做挂账。他从中国从东西卖去美国，美国说我没有钱啊，啊你如果不让我挂账的话，我就不买啊。啊如果美国不爱买，我跟你说，中国就翘起来。是怎样？今天
美国呢宣布讲，从今天起一个礼拜，中国的船只不能进入到美国，免三天中国就倒啊。这不中国变成什么情形？嗨啦，没有给他挂账不行啊，啊，这个挂账愈挂呢，愈多啦。啊，美国讲，放心放心，这个小金清楚，放在我的肚子里面很安全。中国人真巧诶，迄、那个待遇就足凶，非常诶巧啊！伊讲我研究了半天呐、啊，副总统讲这个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嘿，我想了，伊较想到想未通咧。伊讲那伫肚子内底一块肉，我那吐出来，那个还不是肉吗？啊，那放出来大便呢、啊？所以伊变做中国人啦，唔知咩啦，啊，刷落去，个人去甲讲，甲中国讲。啊，不会还的啦！啊，甲研究出来，可能未行。当年美国欠英国钱，打一仗取消；美国甲荷兰借钱，打一仗荷兰取消。即马过来啥？中国，美国甲中国打一仗取消，从头开始。各位啊，当然一方面咱同情中国人啦、啊。咱即马是甲中国人无共款呢，咱是去互伊占领呢，欢迎占领。我建树你无唔对，我的老爸老母建树你，你甲占领，歹势吼，照国际规定开始来做。我有我的人权啊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流氓袂当就地合法，这两件在座各位每一个拢爱会记咧。咱若有甲恁改变主权的面，咱就爱安怎？咱就爱改，啊！这改面啊改，甲过。法律是美国定的呢，唔是我定的呢。你定的法律，你爱遵守对不对？有。真简单的代志嘛。啊，所以安尼来，美国即马伊嘛唔敢去占领其他所在，是安那？伊伫台湾太多地方呢，因为台湾有出一个台湾民政府啦。你唔通看台湾民政府呢？台湾民政府是真正敢那一支刺哦，插伫美国的坑片呢。伊若无用咱，无甲咱救，咱就甲丢嘞。伊就安那哦，较紧嘞，停止征兵，搁甲丢嘞，迄个国徽擦掉。我甲你讲，即款的形容是真正常啦，啊是真真正正咱安尼做呢。所以一个人。那无知识，就去用欺负。台湾人无知识，去学中国人奴隶。你唔知嘛？伊就要甲你骗真简单呢。我甲你讲哦，伊入来台湾的时阵，一声就甲你先甲你讲啥？你们都是我的同胞。哦，全台湾人听到就欢喜呢。哦，同胞呢？事实上是最凶，台湾人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当作是同胞过了。好看看拢伊提食，啊你一食无完，毋是食无完啦，伊食出呢粒啊，咱嘛食无呢，真正食无呢。你甲我已经讲几啊摆啊，你静甲看，蒋经国蒋这个蒋介石蒋经国刷落去，甲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。中华民国体制这政务官、部长啊，对一个是台湾人，那是台湾人，拢是一支的啦。互你做一个不得不吃的啦，真正爱台湾啊，无要互你做啦。副总统伊甲你讲，若做副总统的，拢爱点点。啊，所以台湾人互你做副总统啊。吕秀莲小干一个哦，吕秀莲不得了呢。各位，这是台湾人的下场呢、啊。咱台湾人真正遐尼啊笨蛋吗？遐尼啊无知识吗？台湾人的头脑袂偌歹呢，但是台湾人受的台步是啥？是三等的台步呢？过去日本时代，甲日本人抗议讲，我台湾人做二等公民。今日台湾人伫中华民国体制做的是五等公民啊！迄个时阵。人日本人，你若讲话甲反对日本政府，日本政府甲你安怎判？伊袂甲你判死刑，袂甲你抓去关几啊冬呢？伊上济甲你关偌久？29天呐、啊，29天呐、啊，拘留啦，啊，拘留29天嘛，互你食，互你食食也好咧。
啊，一个到到伊也甲你放出来，啊，你搁未平静，你搁讲话，搁那要开，就是搁甲抓一关，抓29天呢。这个四中讲啊，一个礼拜，你若讲话讲到反对的，我甲你用计当甲你清杀，啊，无就关几啊当，各位。没有知识就会挨打，足清楚的。国民党旧金山和平条约、马关条约，无予你读，伊无爱予你知影。其实北京台湾的地位是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唔是台湾关系法。台湾关系法一定要取消。有人讲台湾关系法是保护台湾人 ，no。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人是啥啥？The people on Taiwan 是保护中华民国遐人啊！中华民国遐人，伊伫卖互伊武器，台湾人伫摕纳钱。你的税金遐尼啊，当时走去倒？你敢知呀？什么纳税是台湾人应该尽的义务？我甲你讲，纳税唔是被占领地区人民的义务啦。当然，今日我袂叫你讲去反对中华民国，因为我们不吃眼前亏。我若跟你讲，有诶开始讲哦，我来抗税啦，我来创啥啦？但是，我要互你足清楚了解，你今日你毋免吃眼前亏，因为安那，因为警察权在你诶手头，伊今日要甲你关，要把你判刑，迄记在伊。当时，咱台湾人，你都爱叫，你也知影这个法律。为什么我们这样做？即马现准时，媒体拢伫攻击啥？马英九。伊这个攻击，你也知影，我已经讲过，马英九是啥物人？伊是美国的绿卡的拥有者呢。法律顶管马英九现准时，这个马英九三字的名是藏伫美国的内底呢。伊当年是为多伦多，伊为美国本土坐车去多伦多了，又多伦多坐飞机登来台湾的，所以伫法律上，伊的名还搁伫美国的内底。所以根据美国的移民法，2年半加1天会当申请美国公民。所以伊若要做，伊会当等于做美国公民。但是今日是安那奈，中国这个。中华民国的媒体你甲批马英九，因为遮个媒体受到中国的支持，真正伫决定中国国民党遮个监督中国国民党个政策的人，其实不是马英九，我直接正式甲你宣布，是连战、徐立德和江炳坤，恁绝对拢唔知影，媒体拢无甲你写。徐立德控制所有的财产。江炳坤控制所有的经济政策，您绝对唔捌听过，因为你将台湾人当作戆啊嘛。台湾人伫今日即款的现主席的状况之下，要安怎？我若甲你讲来战哦，来革命哦，来摕武器甲兵哦，然后迄种的人，我是歹人。我甲你讲，唔免摕武器，唔免摕刀，唔免摕枪。所以咱的主张三大主张，内底我有讲啊真清楚，非武力，我用一支笔得个病毒，我想来用武器要创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唔通看讲新台湾论，你唔通看讲我即马第二本册给你，这册你有闲一定爱去读啦。67年来，台湾人受的教育从根本都是错误，错得离谱。所有这些人，是台民这些人，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台独联盟，还甚至这台联党这些人，拢是要求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伫革命的，哎，唔是革命的，用选的，你绝对无可能选赢伊中华民国啦。100%你无可能选赢伊啦。第一，伊摕你的钱嘛，你也看，中华民国国民党遐尼啊多东山，是全世界上好个东山呢。
下一位就来，伊台湾人民。有真侪人家己国民党是要为啥？伊要去分一杯羹呢？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绝对彻底所有的财产重新厘清楚，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摕得回来。你免惊伊无钱，真正你免惊伊无钱。过去咱无法度受好的教育，因为厝里无钱。我足清楚，我婚姻人，婚姻善甲要害呢。台西迄边是足善的呢，种什么物件拢是海风这个海水呢，种什么拢无法度生存呢。叫王永庆去遐开几千呢？害死遐个人，你敢知？遐土地以后啊，拢土去啊呢，几啊世代无啊多种啊呢。以后这种的高污染的物件，台湾民政府啊绝对禁止。你若要这样做这物件，去中国做，我甲你卖就好嘛。啊，台湾发展啥？发展农业。但我讲发展农业，咱是做高经济价值的农业呢。我已经上课嘛，不然拜有讲过，一粒细颗，敢那一个囡仔头遐大粒呢。我亲身看到啊，我去台东，咱的同心来请我食细颗，看到遐大粒，我惊到呢。一个囡仔头遐大粒呢，我听囡仔头胖呢，比囡仔头较大呢。你敢食会完？你敢看咱的迄个莲雾，乌珍珠，搁一个乌啥物坏？乌酸椒，哦，搁甜，搁好食。但是台湾人真济，将这技术送去海南岛呢。咱的金蕉是全世界上好食的金蕉呢，即马变作菲律宾、海南岛嘛有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你免烦恼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向新向迄个金蕉啊，一定会当外销日本。咱会甲日本讲，咱最近开始做的工作啥物物啊？像咱最近遮济日本人，你甲你敢拜访？咱当甲日本政府、日本的遮朋友讲的时阵啊，我讲你敢知影台湾还阁是本天皇的？大家嘴也开开啊，啊！但是因可小心来讲，你讲的对。马关条摕来看嘞，旧金山和平条看嘞，伊讲100%对。安尼变怎？我讲真简单啊！因即马日本人啊，甲我建议啊，恁台湾人来做阮的日本总理啦！唔是无可能呢，因为日本的教育，妥来讲呢，我甲各位讲，恁即马开始叫恁的囡仔，和恁只少年啊，去到去学日语，你绝对用得着。我甲你讲，是安怎讲，咱会去有资格去做日本的总理呢？含日本的议员都安尼甲我建议呢，又绝对有可能。你将你这个论述来阮日本间演讲，演讲刷落去，你敢推荐一个台湾人来做日本的总理，阮绝对拢来赞成。啊，那安尼日本大日本甲台湾就一切啦，好唔？我拢教化你哦，无教感情哦。我上好甲恁讲过啊，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到今日为止，伫琉球、伫台湾。还是存在，只不过是台湾琉球叫 suspend， 叫悬空而已。日本本土那四个岛，福海岛、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和四国，这个是因为马卡萨新的宪法给切断去，所以日本现在开始在说，我要将日本的宪法要修改，改回来原来的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要来遵守日本天皇是因的领袖，各位，日本天皇老早就是咱的领袖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咱嘛无国籍，嘿，因听着惊一跳呢。安尼我嘛，因为伊嘛买国籍啊，所以我甲讲哦，我你甚至日本爱退出联合国，
我这款理论是死人诶，啊，毋是我，毋是我诶理论诶，是法理上诶。你日本现主席提炼来讲，迄、那个日本甲以前诶日本有共款无？完全无共诶。迄、那个日本提炼来讲，迄、那个日本是互盟军给绑架伫咧诶。哦，我听我讲啊，遐遐阿本啊，遐议员，大家派出所派到要害呢。我拢无讲白贼，我拢讲法理哦。我若讲唔对，恁来甲我吐啊。因为啊，我以前咧拢无想，遮尔简单咧，我拢袂晓想。我恁推阿面啊。我台湾凊彩遮，咱遮高级班咧凊彩揪一个，都比恁较巧，是毋是？大家有自信啊，各位，今日台湾人一定要先讲个清楚地位。台湾的地位要先正常化，什么叫正常化？回到历史原点，回到什么历史原点？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原点。因为各位，我那个新台湾论里面所写建军的过程，您应该有看。哎，唔免我伫只哩浪费时间，所以恁大家人去读迄个《新台湾论》，恁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看法，绝对爱甲以前的彻底改变。台湾绝对唔是中国人的，这个中国包含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咱已经是这个从东这个所在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呛声几啊摆。你甲我台湾人无冤无仇。我唔免甲你敌对，咱伫对中国敌对是完全是中国国民党甲咱教的，伊无欺负你台湾人啊，有啦，即摆欺负台商呢，迄后摆才来算啊。但是大体上来讲，伊无欺负你啊，欺负咱的是啥物人？是国民党呢？中国国民党欺负咱台湾呢？哎、欸，你即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过去讲反共抗日，啥物人若无反共抗日，你就抓伊关呢？敢毋是？你若无要反共抗日，你来乖呢？你即马画反共抗日，啊，换因遐死中国安那？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啊，你看有鬼样啊？所以美国的政策是对的啦，将中华民国部队的路啊提交是健康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咱支持。所以有真侪代志，最近伊开始咧批评迄个马英九，你著看会出来讲，哈，马英九态度转变了啦，伊转变为对去，转变为美国去啊。其实老早伊要上这个以前，咱上课我都讲过啊。我讲你放心，伊绝对唔敢讲要签什么两岸和平协定，绝对袂，美国绝对袂互伊签的。啊，伊嘛绝对讲不同不独不武，绝对安尼讲的。料事如神啊，我所看的一定是照这个发展啊。我直接嘛预测给你听，台湾的地位绝对是照我讲的这个地位一步一步行。你会甲我问，啊，你有啥物凭证？啊，你有没有白纸黑字？各位，这种人爱白纸黑字啊，所谓的逻辑啊，啊就免讲啊，你会当看会出来啊。你行棋同款嘛，你行棋，你后壁迄支棋，你要你一定爱想讲对方要行啥物棋嘛，所以你行棋一定爱伫对方的两步三步以后，甲预备好好嘛。即两摆行棋，你就知影，你感觉这是逻辑嘛？感觉爱啥物白纸黑字？按、你白纸黑字，台湾是啥个？你嘛让阿问啊？台湾当时讲给中国，给中华民国有无？没有啊。对一个条约，对一个协定，有讲台湾交给中华民国，有无？没有。无嘛，对不是？但遐推阿面的民进党也好，台独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拢讲啥？开罗宣言。我以前嘛同款啊，我以前读册，我足够读册啊。开罗宣言，想想的吼，愈家己懊恼呢。像迄当阵戆囝遐未白上啊，就是讲开罗宣言有效嘞。所以我常常讲你，我今日买一张彩券，已经伫遮啊，摕出来，甲你讲，这张丢掉要分你一半。含我甲你讲，我明仔日买一张彩券，丢掉分你一半，对一种的有效，头一种的有效嘛。明仔日迄个不一定啊，
在法律上是安尼嘛。请天皇的所有权交予伊的司机去使，司机去出代志，处罚的绝对处罚的司机嘛，敢毋是？恁开车拢会晓开车嘛？开车迄人爱负责任嘛？敢有去负责迄个所有权的人有无？绝对无嘛！一张简单的理由，大家看无呢？啊，因为过去咱拢叫是讲家己的车，家己驶。但日本这个是国，这个国家是帝国，是皇帝，皇帝代表国家。我最近甲这日本人考试啊，考到因拢密密麻麻啦，真正密密麻麻。甲问啥，啥物话都唔知道。哎，我讲你是咪国家？我讲你日本是咪国家？受足久的呢？我讲诶，我台湾人受无是毋是国家？啊，你日本人唔知影啥物是国家？我讲即卖日本甲你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有共无？伊受无呢？我讲啊，你敢日本人？是。啊，你老爸敢日本人？是。啊，你先我甲你讲遮，你拢听无吗？可怜啊，原来台湾人可怜，日本人更加可怜。所以日本最近给咱个叫醒，你敢知啊？日本啊，过去因为讲反对战争，所以日本呢，因为战争他们讲哦，这边的这个就世界的，和日本人哦，吃足大的亏啦。我感觉日本人哦，歹就是歹在对，你知唔知？伊唔知影讲哦，该停止了。当时你占领了东北中国的东北时，你就好停啊啦。你无在无志，可以怕美国要死哦。356在美国留学，伊有讲美国，你唔通表面上看讲美国吼，伊美国的资源足多足多啊。伊家己写的册我有甲看，因为我在开车的路上，我看到两边都是哈煤炭，煤炭唔免挖呢，路边啊都有啊呢。用这种的国家，这么啊强的国家，你哪敢怕你会死？所以伊讲，我356，我若去换这个战争的船，我也当换一档，一档的头前内底，和美国爬袂起来。果然无错，1941年12月7日，伊甲奇袭珍珠港，拄啊好差不多冻他东半啦。甲1944年的这个前半1月份的时阵呐。美国反攻啊，塞班啊，在这个时阵啊，日本才开始啊投降。啊，日本人还有一个很坏的精神，就是甘愿死。所以在那个海战的时阵啊，大家都要死啊。要想那当阵，他们的生命是当作不是生命的，但是他没想到一点。一批拢讲受过较好训练的精兵啊，死以后啊，补未起来。所以各位啊，在座的众将官啊，我甲各位讲啊，你嘛真重要呢。你若去换以后，你来袂有代志呢，爱活较久的好唔啊？伊无人会甲你接啦。你别过来安尼训练哦，我无迄个性命，我甲你讲。对。啊，叫一挂中国人来做奴隶，好不？妈的啦，还违反人权呐、啊！哦，恁这比我较歹呢哦。无啦，咱讲实在啦吼，咱只不过是讲吼，遐中国人后摆咱的台币正台币吼要兑换的时阵吼。伊是40000块换一块啦，啊！中国人后摆是400000换咱一块啦，好冇？我无甲欺负呢，我没有欺负哦。因为1949年6月15号，伊用40000块，咱的40000块会当换一块，啊！咱即马接到定款以后，咱嘛是同款正台币发行，吼、哦！啊，一块换因40000，好冇？免烦恼，免烦恼，这有方法。这么歹讲较济，这么愈讲较济吼，伊拢伫看，你知毋知？伊拢伫看呢。
哈、哦，因为你看安尼多啊，安尼多啊，讲下只多啊，安尼吼，送一个多啊。但是我一定爱讲的，司法要彻底改变。我伫美国也住真久啦，我伫美国我住伫夏威夷呢。我伫美国的时阵，因为我伫遐经营房地产，所以伊的官司我足清楚的，所以我也要去告美国，足济代志我拢足清楚的。这是天安排啦，给我迄个经验啦。迄个时阵啊，美国有一个真好的制度，我感觉。你中华民国的制度啊，拢安那，法官叫你来啊，讲话啊，五分钟就结束啊，啊，甲你开几下摆，啊，五分钟我都想奇怪，你五分钟你会当判断一个案吗？敢有法度？无可能啦。美国是安那创的，你知不知？美国啊，伊叫 deposition， 听证会，法官唔免伫咧。被告、原告拢叫律师，找一个所在咖啡厅嘛无要紧，坐咧录音，啊看一个书记，我伫遐记录，什么民都拢有当问啦，一直问问到双方满意为止啊。所以一个官司可能拍六点钟久啊，一直问一直问，问较久啊，骨卡拢搜索出来，袂当骗啊。你若要讲白贼，像安尼一问问六点钟久啊，你绝对无法度伊个，啥物事实嘛讲出来。迄阵问到啥物情形呢？我迄阵房地产，我付予对方$6,000，叫伊去征地。我个律师就甲问：你$6,000安怎开？伊就硬硬讲袂出来。老板讲：嗯，啊，这是定金吗？我要去买一颗甘麻糖嘛，无要紧啊。记嘞，记下来。伊讲这句话全输啊，因为直直问问问问问到尾啊，真相拢会走出来。啊，唔是呢，即马中华民国法律是啥？说谎比赛。证人是安那，讲袂当讲白贼。安那被告甲原告安那会使讲白贼。我替阿炳拍迄个官司，你毋知会记得无？我叫高检署叫做啥？做证人，甲叫去啊！伊甲问啥？我先甲问啊，伊甲问了。我入去，我先甲问，我请问，我今天是什么身份？你听无呢？啊？啊！手伫编迄个六法全书，一个细本伫遐咧编，我不用翻了，102条了。我今天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是被告呢，我还是证人？是哪一个？伊讲你是被告也是证人。啊，解释啊，我甲随甲吐。我告诉你，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，证人不可以说谎，可是被告可以说谎，可以编故事。那我是哪一个？伊就点名啊。到老尾安那，此案不了了之。敢问无十分钟呢？伊巴多个问啊啦，阿巴多问啊啦，叫巴啊啦，哎，你不要出去，外面都是记者，你坐下来嘛。华警，椅子拿过来，请林先生坐下来谈谈。我这边情况就是安尼啊。阿罗贝安啦，经过半年也袂判，甲七八个月直甲弄，咱一个朋友直甲弄，写批回付到美国。啊！你叫林志兴去犯伊，啊！你拢无解结论，啊！落尾啊，一个结论落来，无代志啊，拢总无代志啦。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若拄着美国的代志啊，无一项是有代志的啦。啊！你搁不要看，这么简单的理论，我讲一个代志，但我要讲这个例哦，唔是叫你安尼做哈，车牌。三四年以前，咱就开始咧用一个车牌，写一个 USMG 什么物件？美国军事证哦，不是伊啦，比伊较早啦。买伊落尾啊啦，伊是听我的故事了才用的啦，我无赞成啊。去甲弄，啊叫掠去呢？啊掠去掠去呢？掠去啊掠去犯伊呢？啊犯伊安怎判？犯伊无多判呢？伊讲你要叫我，我要求 AIT 出来作证。
啊，罗贝安娜叫伊回去。哎呦，我不要回去，我要签字啊！哦，别多门门爱签嘛，我要签呐、啊欸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阿伯在华姐带他出去。经过两礼拜，不起诉处分书，迄判决书我互故意啊！啊，即摆要求故意啊，摕着迄个不起诉处的处分书啊，嗨啦，开始做 U.S. 什么一大堆啊啦，台中一堆啦，高雄嘛一堆啦，我先跟你讲啊。我不赞成你们跟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因为你不要去吃眼前亏了。啊，你做了你有麻烦吗？哦，哎，我要死。偌久啊？你偌久啊？哈？一两个月啊？啊。好啦。我是甲各位讲吼，你唔通吃眼前亏。我再讲一摆，会赢的叫吼，唔通跋输啦，好唔好啊？拢爱，我相信教是未教真久啊啦。这个情形来吼，已经愈来愈逼近啦，已经逼近到啊，甲这个中华民国吼，差不多。我个人的话，问题是美国讲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好害台湾人才会知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啊，你台湾人那些人无效嘛，对不对？你当时689万票要转给马英九，你要负责任吗？我叫你别去投，你怎么去投？来，目睭开开，你有去投的，请你举手。有去投票啦，后面都没去投票吗？敢有可能这样手放下来？手放下来了，哦，还没有来哦，就靠你好吗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拢同意啦同意啦，好啦好啦好好好，慢乱慢乱，我的时间宝贵哈。12月31号，我伫讲的时阵，我相信，因为我伫台上嘛，我伫说明咱迄当人情怀的嘛，我伫看大家人迄个眼神哦，拢怪怪嘛。啊，落尾邓宜春坐高铁啦，坐车车拢，事后我来讲，大家欢迎啊啦，大家讲敢有可能蔡英文局势遮尔啊好啊，厉害啦，厉害，稳调的啦，开落去啊啦，拄拄啊80万，落尾才开杠，搁差超1000多票，安尼有准无？唔是干那这个代志准尔呢？每一摆我若徛伫遐讲的拢总准的，我讲。伊的签证，司法部、甲国安局无要批准，我有讲无？吼，迄阵啊，拢总有啊！啊，最近迄个吴、迄个吴、迄个白菜鸡啊，搁伫讲啊，10月份就拿得到了。10月拿得到是到底是台湾民进还是你啊？搞清楚啊！啊，但是现主席哦，你唔能讲哦，你唔能讲伊无智慧哦。伊开始做台湾民政府呢，你有看到上有无？我昨做是上好，你看有无？伊甲美国讲，我也要成立台湾民政府。无美国咪讲安尼啦，美国是讲哦，民政府已经有了，因为伊拉克当时成立几个民政府，20几个，啊，所以即摆咱台湾人对烦恼呢。你啊看，咱明仔日报纸揭落，即台湾人。你知道看报章那种三个用意，你怎么知道？第一个，宣示主权，台湾民政府是我们的，还没拍手哟。第二个，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，告诈骗集团去顶报出来，顶遐尼啊大片诶，讲我是诈骗集团，是不是？家己拍手啦。第三个，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安怎啦，对不对啊？我甲你讲啊，啥来袂定？因为吼，你莫讲你歹数啦，我其实我拢足清楚个啦。我逐日徛伫上课，我伫看国语个感受啊。伊有嘛是真侪讲，因为我含国语拢是共班个嘛。哦，阮兜隔壁讲我安怎，讲我读个歹，阮兜隔壁讲我安怎有啊？足侪嘛。
我啊，系啦，啊，但是伊阵人还袂到，所以咱无法度定。一直到即马，美国嘛讲，美国前个月甲咱讲诶 ，Roger， 时间到啦，可以宣传啦。所以咱订迄个《自由时报》开始订。啊，这个《苹果日报》是大家帮忙诶，因为做起本来从来我没有想过《苹果日报》。因为苹果日报太贵了，咱无对外无患啊，啊靠家己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明仔载苹果日报，大家回去，你会当了写日记，会当写。我今天登了苹果日报，出两千块拢登了嘛，一讲这无是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明仔载这苹果日报应该买起来，啊个掀起来，我花了2000块登了这一篇。我讲这敢无理，对不对？伊2000块，你等下你离楼下拢有签名呢，还有个营业个大作业。这篇报纸是我登的，甲你的厝边伯甲讲哦，这篇我登的啦。各位，我唔是甲你开玩笑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实实在在，完全照法律来你讲的。今日。咱台湾的地位，过去先莫讲，因为过去都毁去啊。67年来，中国人是安怎甲你骗？你即马甲回想看卖啊？用教育安怎甲你教？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有无？为什么人甲咱害去？你知唔知？黄朝琴呐，1950年6月25汉战爆发，6月27。那个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，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，然后派麦克阿瑟来台湾。在那年的九月是八月那阵就来啊，蒋介石穿军服来接待，伊穿军服，还过一日政绩，伊当出一张邮票，伊来访问穿军服，有啊，伊不是军人呢，你怎么可以穿军服？意味是啥？因为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关系啦，伊来接受日本兵伫台湾的导航，所以伊穿军服。迄、那个机啊，我有讲过，迄当阵的10月25，伊甲你合作光复节，其实光复节迄张相片你甲摕了看麦啊，顶悬外口啊，内底是免讲，外口两支美国的国旗写甲迄个。两支美国国旗啊，清清楚楚。我唔知咱个档案遐，王先生档案有迄支嘞，迄、那个表面迄支，伫中餐堂个迄个外口迄、那个。咱上啊有上吼，有看吼，头拄有看啦吼。我唔是讲迄个四支旗啊呢，是两支美国国旗呢。你有看啦？啊、哦，对，哦，直接来。哦，你来看，你来看麦，你来看。两支顶冠甲下骹，你来看麦，有看无？只有两支啦，其实这支无翕出来啦。其实吼、哦，迄支、这支嘛是啦，这个嘛是，伫遮啦。这支嘛是啦，这支嘛是美国国旗。恁以前看这支相片的时候，你敢有想到？迄当阵恁真正毋是看捌，你看你无感觉，因为中国人甲你宣传，你看无。其实这两支这个相片啊，迄当阵翕的呢，不是即马翕的呢，不是即马翕的。迄个时阵翕的这两支旗啊，其实伊是个美国人讲讲啥，是你美国去主导的啊。因为台湾人看迄当阵的台湾人，包括我人吼，看怣到袂白上啊。好啦。好啦，拢有借口啦，拢唔捌啦，所以唔捌就去用欺负啦，伊唔捌就去做人个奴隶啦。啊，你唔通讲顶代，咱家己爱负责任，咱嘛爱负责任。咱卖讲咱啦，我请问各位啦，你个囡仔知无？你个囡仔嘛，足侪拢袂晓讲台语啦。我唔是甲你讲吗？印尼航空公司来台湾征求20名的。台湾小姐做空中小姐，啊，也要讲台语。20个空中小姐，结果录取几个？
零。顶个月报纸尔吗？零呢？少年拢未晓讲台语呢？各位，这样你也未当移转主权呐、啊！哎呦，你买卖这张买卖好出来啦！哇，新！我先讲哦，以上请你不要学习，哈，黑麦鹅哈，紧啊啦，但是唔是即马啦，你莫遐急啦，好唔好？我再讲一摆，咱莫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好、哦，所以你若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你会吃眼前亏。好、哦，你要看啊、哦。印尼航空公司曾空姐会讲台语比较好，结果安那曾，结果几个人零，六处零啊。不，伊唔是重视啦，伊要飞台湾甲印尼啦，啊，希望空中小姐也要讲台语啦，无屋里上拢听无啦。零啦，看到这个新闻哦，我坦白讲哦，我心流目屎呢，我感觉讲台湾量要去用消灭去啊呢。真正台湾量要用消灭呢？你敢知影？各位，咱今日上这个高级班啊，上个重要就是讲，咱是敢知影以前的代志，咱爱知影以后的代志。啊，要知影以后的代志，要安怎行？唔通去行唔对去。我无叫恁去和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我嘛无叫大家人去革命。你免革命，你免用武器。你用一支笔，伊就倒啊！安有简单无？足简单诶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看卖啊，过去诶台独人民也好，过去即个民进党也好，因拢甲你讲啥？冲啊！四个拢台湾人，遐头对一个四，你甲我讲，真真正正替台湾人做代志诶，是上届早期伫反对国民党迄阵人啊。咱家有一个英雄啊，赛尚，赛尚来，站起来，大家看咧，你免看了，就是你啦。一关偌久，你敢知？十五档啊！来来来，你来头前咧，给你五分钟。现身说法，十五档，伊甲西兵店吼是同学啦，让西兵店即马滴。吃香喝辣啦，阿姨要搁伫家里受训啦。来，一个各位同心哈，啊，必须你们请喝了哈。一、那个讲五分钟才无够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这若要讲哦，最起码拢两点钟、三点钟啦，吼。迄、那个我早期吼，读伫高雄中学，啊了后一辈顶下辈吼，吼啊带了足够就对了吼，就讲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啦，哎，即摆几十当后先吼，哎，即摆正是国民党外来政权吼，啊是较早阮大家吼，规下就伫遐破刀就对了吼，但是在阮讲无人敢听哦，我从即摆先吼。有人咧讲，佮比阮以前较先进啊！啊，了我毋是咪定吼，就入去军校，我入去陆军官校，啊，伊入去陆军候补军官班第一期。啊，我咧顶个期啊，同学为台大，为迄个东吴台啊，台啊台拢分开啊。但是，我要军校三年的时阵吼，阮的代志就发生啊，因为上吊了一个苏东客，就即马。婚礼咩？吼，恁婚礼咩？吼，婚礼咩？婚礼咩？苏隆去咧选管理员无得，但是你要接赢诶，海陆舰队诶主力好未？礼拜啊放假拢出来垃垃圾啊！啊，带咸鸭好未鸡啊？就是以后代志未啊？那你讲啊？你国民党那是外来政权，我咧欺负咱种啥物话？啊，做兵做啊，做恶做拢遐老外咧欺负安尼吼？好、哦、啊，臭屁相投。所以这辈人的心吼、哦，总利用苏隆克，都啊选不掉了后呢，就结合起来，要演国民党。
但是讲要安那演呢？因为我好尾吼，遐有一年的海军陆战队啦，有一年用起来了吼，吼阿人家吼为中部安尼出来，我想足简单啦。啊，伊讲你出来是无人做一个 leader， 做一个领袖啦。嗯，啊，就找苏龙客啊，吼安尼。啊，结果苏龙客是诶，够答应呢。但是讲啥呢？啊，毋过我是第五年尔，吼、哦，要全国起来先咯。啊，有一个全台湾全国性的吼。靠有名望的啦，结果人想想想了什么人，你知无？各位想无吼？就是高玉秋啦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知吼？较少年佫唔知啊，啊，就派人去找高玉秋呢。哎、欸，见人高玉秋啊，同意呢。但伊的条件是安那呢？就是你若舞起来需要我伫电台落广播的时阵咯，号召的时阵咯，安尼伊就站出来了。那结果因的判决书内底吼，写打叉叉吼。就是高玉秋啦，甲真拢唔敢讲伊个真实名，但是阮师弟啊做伙讲，迄就是高玉秋啦，高玉秋名叫做叉叉叉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迄个代志是当时呢，是1961年发生个啦，因9月份甲10月份，然后隔年伫1962年3月到4月吼，有一个月所有报纸拢有啦，叫做反共自觉运动啦。哦，大家若看年纪较有哦，一个月期间，所有你若参加有什么什么活动的就对啦吼，不管合法不合法对啦，来自首的吼，拢无代志的呢。啊，阮其中一个呢，一家己人带家己的吼，讲家己的姓李啦吼，是阮的下级班乡中的同学下骹的，结果无代无志吼，总走去自首啦。我系啊，啊伊毋是要害人哦，是讲澳洲报纸定安尼啊，啊所以伊来讲。讲啊，恁同学有啥人啥人？我张三李四啥物咧？吼、哦，都查个秘书长也玩得到吼，啊，就是讲讲来呢。系啊，啊，遮里底啊，吼、哦，为秘书长遮里啊，啊，你咧，迄、那个某某人就讲到你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一个惊哦，成个肉粽官。吼、哦，阮才有当初的才有200几个啊，而且真侪拢学生囡仔吼。啊，阮即批20几个啦，就我也是袂定遮吼，啊，甲读大学的遮吼，拢总22个去了对啦。啊，所以阮入去的时阵吼。就是讲，因为国民党的时阵吼，一直掠来拢无审判，而且搞不了审判，啊叫做白色恐怖，大家知影白色恐怖嘛？啊，我老记得那讲一段迄个什么叫做白色恐怖吼？啊，这个这边吼，国民党惊到呢，用奇怪，啊，恁这台湾人的时阵吼，较早伫二八事件了杀一批伊啊，吼，啊来呢，就是38、39年以后过来遐。所以中国人遐啦，哦，我袂使罚100块咧，讲来迄三字哦，我罚100款啦。就中国人就对啦吼，较早咱的习惯讲遐外省的，啊，即无啦，迄中国人，哎，中国人，因遐过来时阵吼，结果呢，比咱台湾人佫抬较济。为什么呢？因阵来过来吼，就成个惊弓之鸟啦。那有人报讲啥呢？有一个奖金制度，你若去报，即个是非典。哦，安尼就奖金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讲匪谍在你旁边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拢真小心嘞。结果落迄个心肝较烦的吼，啊，你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报讲吼，像迄个参议长啦吼，伊、哦、吼、哦、就是是，啊，就讲奇怪，唔是啊，我伫政府38、39年你踢地，我已经就来啊呢，我但是讲啊，你哦，就是我还袂踢地吼，你就受共产党指派吼，先潜伏到台湾来啦，我啊，够代志啊啦，啊，即个报完吼。含部队做伙流亡过来吼，啊！你讲无啦，我跟政府已经撤退了啊！伊讲你就接受迄个共产党的指派吼，混在那个国军里面吼，一起撤退到台湾来，我啊你有代志啦！佮第三点的时吼，唔是哦，规拢撤过了吼，拢撤滚了啊！但是呢，袂堪你强强的迄种生活方式哦，都亡走出来啦！不管你血都出来就对啦。反正转一转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那用检疫了就说，你是怎样呢？是属于人国军那用打牌造水了的时候，你接受共产党的指示，还侵犯到台湾这里就对了，所以你还是匪谍了。所以你怎样说，都没办法就对了。所以这些人啊，很多那些咔咔咔，因为都没有经过审判，是我们白色恐怖了，还有经过审判，所以我说一段很残酷的代志哦，简单讲吼，伫我关伫迄个头啊，伫保安处吼，伫底咧西宁南路，
迄、那个西里南路即马起两栋大迄个建筑物无？迄较早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伊伫台湾，迄叫做东本院士啦，是一个特务的所在啦，特务机关。所以警总接收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所在也叫做特务机关啦，叫保安处。内底有一个日本和尚头哦，足奇怪，你讲无咧相信这吼、個？迄、那个和尚头真正吼，警总吼。吼、哦，就足侪麻烦啦！吼、哦，即伊阿那讲，我咧讲伫咧保安处的时阵吼，阮的下骹，阮地也熟啊。暗时啊，有当咧惨叫、惨叫的声啦，有咧阻人哦、叽叽叫的声吼，迄听到毛骨悚然吼。我奇怪啊，地也熟，看也够有，就阮困下骹吼，暗时咧落啦。啊，像有闲的时阵吼，我咧问迄个老兵啦，哎，阮二十几岁啊，尔吼，还成高囡仔呢啊。哎，老兵的时阵吼。就闲聊讲啊，含囡仔讲八经啦。伊讲你们现在还有什么？还有征讯，还要判决，一人都没有了，用一切都没有了。伊讲那呢？我们哦，装在布袋里面哦，掐死一个，或者煮死一个闭嘴，你知道不？就是地里布袋内底吼，我掐死一个吼、哦，五块钱，掐死一个五块钱，吼吼吼！还听到讲奇怪到呢，到回想起来了。二八事件就是咱更迄落啊，更卡紧啦。啊，那北部的是更接手紧啦，为只更贵。阮南部拢更卡紧啦。啊，想来讲部队掐死一个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个有可能咧，就是这样子。第一个经营吼，唔知死偌济人，掐死了的时候，规部队等卡车就再走啊。佮一点吼，伊讲吼，伊从南京人拢冇见啦。伊讲安那呢？你们现在这么好。你们地下室那边吼、哦，有将啥个房间吼、哦，门里啊，即马个塞入面吼，两支迄个铁夹啊，铁夹子无吼，电管咧铁夹的，夹了到两做肉酱，然后这电管只吼有钢锥啊，肉酱开个斜一个吼、哦，你咧冒一个冲甲清清气气吼，总为下淡水区去哩。关键在二十几岁啊。听到这个是在讲梦话呢吼，等一下回想起来，哎呦，真恐怖啊！是真正有，因为阮以后经过新闻才知影，佮无同款的管道内底在听讲，迄个是真恐怖的所在，所以国民党啊，赶紧吼，迄个所在管要卖出去，卖几啊档较卖出哦，拢标袂到哦，就是迄个回收头的一个作用就对了。迄个所在咧老人吼，会让世界性的吼。一个博物馆，世界性的比阮的绿岛遐吼，迄绿洲山庄吼，吼更加精彩。阮的绿洲山庄是关伫遐尔，但遐是个形，吼，佮伫遐积平，足残酷，而且所在结果无保留。所以阮即下保留的，一个是建密，吼，遐一个园区啦，吼，我去看，啊，我去以后也讲课，有遐啦，一寡迄个老师吼，暑假班吼。拢会邀请阮遮几啊去讲课了吼，啊个绿岛了，那绿岛是三日啦，啊阮那去那是对三日，他叫体验营啦，较早是网络啦出嚟哦，拢足侪迄个大学生，啊个迄个研究所的吼，拢想要体验一下啦，迄少年啦吼，啊所以阮那去拢去三日蹲三日底下，遐老的是种迄个样本，无啥物恐怖的。但是唯一最恐怖的，也把它毁掉。啊，所以我一路走来就对了吼。我有要求咱台湾就该独立，所以拢空空戆戆吼，就主要那呢，哦，参加民进党。啊，这民进党伫咧行来时吼，内底是安那呢，自民自决。嗯，啊对，啊你自民自决，咱住伫遮对啊，免落咱家己来决定啊，我感觉就信用一样。在底部的时候，我的空间各位在场哦，可能老的含我相像的吼，为抗议老七，吼、哦，该抗议老七了，有迄个啥呢？立法委员呢，国大党委的，尤其是咧抗迄个啥呢？国大新哦，啊，真精彩啦！我才了10-20万的部队吼、哦，为台大遐伫行十几点钟哦，行一个树林的下骹遐啦。总部队哦，拢冻伫遐，而且冻伫遐呢，也所有警报警察规个封锁伫山骹，不爱翻起哩。
迄两晚呢，班师回营，阮困伫底，困伫迄个林森北路，规条街啊，拢阮遐部队困伫遐啦。结果到天光的时阵吼，阿凯，大拢酸了了啊。迄半暝，恁若回想较早报纸无？有讲吼，阮夜奔敌营，夜奔敌营，各位知影啥物人无？夜奔敌营含李登辉见面呢，啥物人恁知影无？我在座不能知吼，就是柯信良啦，夜奔敌营啦。迄、那个有一日，伫个本罗啊，一个访问的时吼，啊，拄好我看到，我咧转过背来背来，伊咧访问啦。人讲有人咧讲我夜奔敌营安怎安怎，讲其实吼，我是找李登辉讲啥呢？讲迄个政党吼无公平啦。国民党有东山，民进党无东山吼，以后爱分配啥呢？分配迄个政党吼，啊，分配一寡钱啦，啊，是用选举人咯，分配政党怎啊？讲咧讲这啦，我各位其实唔是，他把真相的心吼，甲扭曲掉，严肃了，暗看吼，伊吼，迄个无啥道德性诶，为虾米呢？因为过几天了后，阮民进党有两个干部三星啦，一个是第一任的主席江炳廷啦，江炳廷各位来知影吼，这人是人格也真优秀吼，伊也含阮小将吼，主张台湾应该独立袂着啦，吼，这点点知影吼，但是搁另外一个，这个叶耀鹏啦，好各位知影吼。叶耀鹏这客家人吼，啊，伊的情形吼，当然唔是这个所在会当来批判的。阮个人足清楚就对了。柯信良人哪类，拢只会对一搭，吼，而且左拥右抱，因啥物人吼，咱就不管了。所以提名这两个，迄、那个条件交换。所以阮这部队员工，啊，拢互带出来，总困伫啊，拢无插完啊。阮一个到等于讲后壁问我啦，伊讲迄落捞出来啊，头前遐呐，我讲我唔知呢，啊我搁问头前，搁你问讲，头前都走了了，哇，所以吼，大家人拍成半半嘞，对，薄啊款款嘞，个人家己选定的，这是即届吼咧抗争迄个国代啦，搁有一个我就感觉较甘心的吼，喜欢抗争迄个总统直选。阮伫迄个中孝路伫迄个车头过来遐吼，四暝五日，无加坐，我伫遐困到第五日拢特困啊。暗时啊，你着知影，暗时啊落雨，就爬起来。日头来，晒干了，搁坐咧。有伫顶悬天桥咧行，遐左人乌目送，因拢钱几百担落来。有人真感动，拢无露面，几百钱的感慨，啊，这是真正的，啊，真侪钱。迄、那个造就一个以后的大人物啦，就是洪基聪啦，迄、那个假嘴的啦，好、哦，你知影迄假嘴的吼，迄、那个牧师的时阵咯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阮遐，阮大拢伫遐，伊是头前安尼陪到即马即阵，哎，含迄边安怎就对啦。所以咱就感觉吼，阮拢较早做椅啊，就对啦，吼，我要行过遐，啊，阮就过遐啦，冲锋陷阵啦。到尾讲要过将军的身咯，到尾一个树甲你伏一个，我完全接不住啦，落跳的，你讲啦吼。啊，熟悉是安尼，啊，一路行来，阮伫空间，我伫来咧受伤吼，这又个算哦。1970年的时阵，为了把政治的名单。送出去国外，1970是平教授吼，走去瑞典，所以我讲伊空手好个是变啊讲国民党个恶行啊，所以我安那呢，甲做那呢，内底有政治犯个名单，想要送出去甲好伊啦，我还暗在变啊送啊，吼啊伫内底哦，先做落啊，委托人摕出去，已经摕出去啊，人唔敢摕出去啊，总用塑胶包伫阮个迄落即卖园区哦。看守外口啦，
啊，要行一个，开始讲这个无送出去吼，佫叫伊乌回来，啊乌回来时就拍开，哎呦，原封不动，表示伊无敢出卖啊，吼，这个我的好东西，就是苏东客因内底这个案的，做工龄队的，啊，但相处袂歹，我委托伊，我讲啊，既然无出去吼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规个写一个较清楚的呀，包括人啊，迄、那个名就对人吼，啊，年龄、住址。各个起诉条文、甲判决的规章，我拢写写起来。做了一小车信哦，四五百个啊，三转四转，委托人寄出去。我以后较知影讲是一个日本报啊，就日本台的吼，甲咱送出去。伊用日本的外交邮递啦。哦，这是我伫东京以后咪见面了的信咯。伊甲讲，迄、那个邮递吼，啊，拢送应该日本。日本佫透过管道吼，用美军呐、啊。美军的迄个邮递吼，佮送到美国了，啊，美国了佮转人转到联合国，所以公布有一个伫个联合国一个恐怖的杂志吼出来，啊，拢全世界拢知影，就台湾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吼，有遐那些政治犯啦，所以结果的时阵，外口讲到我的时阵，敲了手铐吼，即有时间来讲啦，讲到这腰酸背痛，从1972年的1971到即阵吼，我拢无被手术啦。因为手术拿好吼，你就袂啊酸痛，啊，见啊酸痛，往这里国民党家修理的，所以家己拢会酸痛哩啊吼。那讲到这段了吼，我是讲，既然啊，参加民进党，啊，伫海外佫出个大陆联盟，哦，我当后建国党，吼，啊个台联拢是为了台湾啊，讲起来拢是为台湾，必须对拢爱笑，讲你拢夹唔到房间，啊，结果你那是夹唔到房间啊，是你最后佮选到的吼，对不对？完全拢咸着白鸡个啦，包括迄个潘，迄、那个潘副主席也是啊。潘主席站咧做诶，阮咧座谈会来咧讲爱笑，讲迄个秘书伫笑，讲咸着白鸡咧，讲啊你也是，啊讲我也是，所以伊也是见过党诶，拢十个见过党诶对。所以遮个人拢是真正爱人台湾，但当初诶时吼，无一个像秘书长吼，对不对？安尼吼，我著讲。看到论述就对了吼，不管对唔对吼，就是把所有的这几十党内底所有的台湾人哦，海内外这会扑的啊，这会扑的去输拢加较长的变扑倒的这吼，拢大家做伙就对了吼。我都能从迄个咱的秘书长吼，啊甲何瑞元，或者两个吼，安尼迄个共同做论述这啦，吼。即、这个啊，拍破啊，一个个拍个大声啦，吼吼！所以，我开始以前吼，惊做着冤枉了，以我这种身份就对了吼。为他那讲为了想要吃香喝辣吼，啊，就偏移伊的想法甲做法。民进党的心吼，伫中华民国内底这个框框内底咧走啦，安那走啦，你是苦来啊！啊，跌一个骨头嘞吼，好来咧抢架恁干呐？啊，抢架内底为着吼，去批架吼，迄个咧批评的时吼，批判拢见着滚吼，好，我就感觉足奇怪。但因为咱无参与呢，我若要做一官半职吼，第一民主党执政，我就使小辈甲边啊讲啊，但咱无，因为当初咱坐落，唔是要做一官半职嘞，就希望讲啊，咱台湾选到总统。该欢喜，祝佮佮拍破个嘛，哦，啊是八党内底拢无，咱开始无，佮高雄市长也是咱家己个啊，但是我拢无，完全拢无，吼、哦，因为一方面我是转移到伫三门宫太子爷阵做党首长个时吼，就把有宗教个洗礼吼、哦，把政治迄部分吼、哦，啊参加宗教了，就小可有改变咱个思维。要以万民苍生为念的时阵吼，你伫啥物单位，你伫啥物角度，你尽迄点仔力。所以我虽然无做一官半职呢，我拢甲阮大人讲吼，天生就落命，拢做着无钱公工啊，无钱公工来听阮吼。我毋是民意代表，我毋是啥物官员，但真侪拢来找我，认为讲我的名最好听啦，一叫蔡财源吼。啊叫娶财源啦，吼、哦！啊叫做三门宫董事长吼，啊一定做有钱的啦，足侪拢要找我，
好啊，叫叫呐圣名之类啦。你知吼？为了圣名之类，就这个名，的确让人因去作者误解误会。所以什么用不时吼来讲吼，伊三日无食饭啊啦，啊不时咪讲要登对了，拢作者这个情形啦。罗林拄着捌的，咱唔捌的哦，那就爱抓当哎。好，我即爿咧卖拄好吼，弯刀安怎安怎那边呐，我还做做慈善的吼。所以我阵呐吼，身躯有当吼，拢甲分做两边啦。一边吼，一边是囥迄个大钞啦，啊一边咧囥小钞啦。所以那边应付者吼，拢着怎样摕一边落地啊？我存咧咧咧，存200块。啊！你好，迄大草就搁换一挂南山的吼，搁囥啊无同款落地啊安尼，这真困扰你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因为无想要做啥个，啊，所以我生活吼、哦、非常简单，非常简朴。捌出来中间的时阵咯，我袂当食头路。有时我做出来了，人介绍去《中国晚报》，啊，《中国晚报》迄个社长刘恒修吼，唔较早感恩三当的啦。啊！伊想恁边边这个时阵介绍，应该会当接受。啊，所以我有去啊。你要去上班两日尔啦。第三日吼、哦，讲内底人事的吼、哦，什么了人事的，甲迄内底介绍人讲，怎啊吼？好了，不行啊，上面交代啦，不行啊。我上班两日啦，有史以来甲即阵啦吼，多摆食头路吼，多食两工的啦。又是到这阵就对了吼，啊，无那哩薪水诶，多济啦，多等两工啦，哦，70几岁啊吼，啊，多一生食两工头路啦，多了到了手啊啦，啊，了呢，哎呀，要做生意吼，搁无分啦，哦，咱要做生意，要出来的时阵吼，那你起来哦，睁开边边弯起个男友吼，那去工厂食头路吼，第一。就迄个啦，就再见啦。第一，咱来光复的时阵，你询问啦，啊，头家话唔知呀，啊，就甲讲啊，就唔敢。所以，阮头吼一段期间是真艰苦，包括咱要介绍女朋友啊，吼、哦，我们一个女老师吼、哦，做好心诶，讲我妹姐喏，他们那边有些吼、哦、女老师的同事吼、哦，想要介绍，真感谢你讲，我出来的时阵哦，那时候38岁，哦，38岁先哦来。作用的吼，啊，这个要介绍吼，你知影无？第一次见面啦，但伊唔知咱的身份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伫咖啡厅台讲讲吼，好、哦，咱就小可会啊讲一寡话吼。哎、哦，咱唔、欸、是讲话，你唔是，是讲一寡的迄个讲天文地理吼，啊，就哎，来讲袂歹哦，哎呦，哦，好，我来。你时间够哦，我简单把它结束一下。无讲，我讲最近2-3点钟哦，对不？一个结果安那呢？那个有个时阵哦，拜拜再见啦。好、哦，唔敢去出来啊。啊，以后我想拢无呢，奇怪。啊，伊当初都感觉对咱做好干嘛？啊，为什么开拜拜再见呢、啊？经过吼、哦，骨力当了，发知影就啥啦？因是大人和工作人迄个经过啦。讲恁祖囝含对一个对迄个国家叛乱或啥物啥，恁若含搞我袂死哦，以后有几个掠一面吼，恁祖囝就变安怎啦？总个再见啦！所以我那切心讲啊，归去卖穿吼，都不会有家累了对啦吼，来，有时间卡歹势来。各位哈，我甲各位报告，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哈，实际上，咱家庭这个报纸是因为我们这一方面准备好了。第一，咱伫美国已经有驻美代表，有驻美办公室。第二，咱伫日本、东京、大阪、台北、名古屋拢有代表。第三，咱伫澳洲拢有办事处。国民党叫伊来看卖，即摆话咱吼食庆丰蛋呢。台湾民政府毋是。中国人不是中国国民党啦，虽然是你批判讲民进党还是台独联盟，是因为因遮伫害死咱，因带咱行唔着路去。他拄啊，蔡生嘛有讲，我是感觉讲这个蔡生啊，我咧甲总理报告吼，啊，
要正式将伊个代志吼报予即个美国军事政府，啊了后要伫迄个普通班来甲排课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甲拍手者。稍等下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因为吼总理已经到位啊吼，迄、那个三宝爱准时爱翕相啦，啊无等下吼，大家干嘛？啊，搁等下要分即个毕业证书，我个课吼先上较早，恁若要听我个课，真简单嘞，普通班个礼拜时会到时恁拢。一旦自由来，安尼好唔好？来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请起立，起立。